看到立委补选进入最后的倒数了。民调显示，国民党推派的严宽恒跟民进党陈世凯陷入拉锯战，拉票大家都要全力冲刺。立委补选进入倒数，蓝绿选情陷入拉锯战。严钦彪带着儿子严宽恒四处拜票。每一票都用力拉，严宽恒打乡亲服务牌，严钦彪一路跟着补选。这是我的服务团队，我们继续为地方争取建设，为地方服务。这是很明白的事情。对手也有找艺人来帮他站台助选，那请问这些艺人他们会留在地方服务吗？我认为重点是在于候选人个人，而不在于那些来助选的人。对打绿营，陈世凯、党主席苏贞昌多次南下助选，趁着选前倒数几天全力冲刺，启动改革，不爽马总统，票投陈世凯。民进党推派陈世凯，国民党则由严宽恒代副出征，把握选前最后时刻扫街拜票，为立委补选背水一战。中天新闻六人龚玉德台中报道。